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一起学习太上感应篇，包含前面的弟子规以及之后啊，我们一起学习十三业道经。承德在上一门课基本上第一节课都会请教同学们比方说上群书治要的课，上太上感应篇的课问同学们为什么要学这一门课程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太上感应篇的课这个有一个同学就说了，汉学院安排的所以假如是因为上面安排了不得不做不得不学可能这个学起来效果不会太好他要认知到这个重要性他学习的效果就好了他要懂为什么要学而不是被老师逼着学我们去感受感受一个学子他感觉是被逼还是他觉得这一门课迫切需要学对他来讲差很多的所以教学者呢知其心了解他当下的心态我们现在在上这一门课我们看同学们的表情他是心不甘情不愿那这个时候你还去赶那个进度可能不记他们的机了可能要引导他对于这门课的认识他的重要性所以西方好像有五个 W 两个 H 这个五个 W 里面第一个叫 Why 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要学这个重要了比方这个我就遇到有同学问了这个扎根到底要扎多久这个听师聪感觉他这个扎根是被逼的老和尚一直在讲好吧他不一定能体会到扎根的重要老和尚讲经的时候有提到他们上一代高僧辈出大德辈出出家在家有不少人才包含老人家讲习当中都有提到到他们那一代就少很多为什么会这样老和尚说他观察了几十年不是观察一个月两个月几十年后来明白了上一代有传统文化的基础其实我们所有大乘学者呢听到老和尚这一段话要下来扎基础了大乘从净业三福来讲是第三层楼它一定是在第一层跟第二层的基础上的就大乘以般若为核心般若讲什么呢
般若强调的是不取于相，不能着相，你一有着相就是有住了。般若是要恢复真心，真心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可是这个心要不住啊，可不简单了。比方说我们一起学习这个因缘是一条龙课程培训教儿教女教学生呢、先教自己所以这个课首先是教我们自己的君子务本的，我们来扎根了，我们才能帮人家扎根比方说我们觉得说哎呀，这孩子怎么这些事都做不好啊？请问我们做事有很周到，有很细心吗？我们自己要周到细心呢，我们才能传给学生呢。我们不能住在老师的相哦，你看住相了，那就变成教人了，忽略了我在做人做事的提升。这个才是教导学生的根本所在了。好，一条龙能不能住在一条龙的相上？佛法重实质哦，不重形式哦。有啊，从四岁开始教了，教到他们十八岁啊，这是个相哦。都不能着相，有啊，我有叫他们洗脑啊。你有没有陪伴他们洗脑？他有没有在洗脑当中掌握了一些做这个事的原理原则？进一步他懂得变通、活用，这个都要陪伴哦。不然你看，他们都去洗脑了，结果。他假如用的方式是不对的，他自己也没有察觉。所以我们也有遇过洗脑很多年了。后来到一个团体老师叫他好我们来种一些东西这个孩子说：“老师，放心，我锄地啊，锄了好多年了，这个我很有经验结果一刨啊，差不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啊，把三只锄头刨坏了。那你说他会吗？那为什么会刨坏了？”因为他现在刨的地啊里面石头不少他以前刨的地呢都没有石头的，所以他都是很用力啪就下去了，他没有判断这个田地的状况了，所以当然锄头都刨坏掉了嘛，你那个石头一刨下去，锄头哪有不坏的了？但是老师都没有陪伴了，就只是叫他们干了，他也没有学到这些做事当中的原则跟判断力了，这个都变成是相上了。你包含有啊，我们从四岁一直教到十八岁了，会不会教出执理废事来了？你要检查他们学了之后会不会用啊？直的道理不会做事的接待人他不一定懂你比方说接待人你教他的时候呢，大家喝茶那个杯子是有手这个把手把的有柄的突然这一次接待呢是功夫茶，杯子很小
没有饼了。哎，那他一样啊，把这个功夫茶的杯子拿起来，那他的手可能就碰到这个，可能客人要喝茶的，的这个杯子口了。这个他是要在很多境缘当中锻炼，他才能活学活用这些能力的。都不是死板的，这都要老师啊陪伴呢，手把手带呀。我看我们现在当父母、当老师的，有耐性陪伴呢，修养就不错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呀，都挺着急的。你没有这些陪伴的过程呢，孩子学的东西很可能都不扎实。我们冷静看一看，学传统文化学上来15、16岁，乃至20多岁的孩子，跟人家体制内的孩子比起来呀，工作能力怎么样？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哦。假如传统文化学的7、8年以上了，结果做人做事还不如体制内的孩子，那社会大众看了，没学的人看了，他怎么认同传统文化？都不能学高楼，值了理费的事啊。就学高了，道理在哪里出现呢？在分享心得的时候，在写心得的时候，哇，好多老和尚的句子啊都出来了，经典的句子都出来了。你真正去做事啊，他做不好。所以般若是大乘的核心哦，所以般若就是不能执着，不能住相哦。那首先我们自己不能住相哦，不然传统文化佛法变成我们更执着的一个真上缘了。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这个心地功夫、心地的反观关照很重要，不能执着。比方学传统文化了，什么最重要？读经，读经确实重要。可是你一执着它呢，好像只要会读经就好了，但生活能力没有了，不重视了。你看，一执就成病了。父母老师的心态有偏了，那他再去教孩子，怎么可能会不偏呢？所以老和尚，假如手上有，可以发到我们群组里面去啊。忽略了生活教育啊，他读了很多经典呢，他会变成两种情况，一个是书呆子，不会用；一个是狂妄了，因为他懂得多。父母老师可能经典都没背得他多，他被狂妄了。举个例子啊，一个孩子一开口就是“众生与我皆一体”，一念遍虚空法界，这个他很会讲。可能这个问题在我啊，我也是理讲太多了，影响底下的人了。结果他切菜切得不好。他也不知道问题在哪。这个在生活的事项啊，他跟这些理结合不起来了。所以都不能执哦，都不能
执理废事，执事废理。你比方，哦，这个错了要道歉了，哎，着在这个道歉的相啊，这又是一个着。你看学大乘了不容易啊，哦，都是真诚反省，坚决不改，又着在一个道歉的相了，哦，那我们这个当父母老师的也着了这个相啊，有他有道歉了。啊，《论语》当中有讲哦，法喻之言，能无从乎？法喻之言就是提醒我们的，护念我们的这些，的义正辞严啊的话，为我们好啊，能无从乎？哎呀，谢谢你提醒了，改之为贵，要把它改过来呀。啊，假如人家为我们好，提醒我们，我们只是说，哎呀，你是我的贵人呢。结果人家后面一看都没改，人家不愿意再跟我们讲了。哦，这个举个例子啊，有个男孩，也很热心，吃完饭了他就收碗盘，哦，那碗盘叠得很高啊，哦，筷子呢？筷子摆上面去了，啊，叠得又很高，筷子又摆上面了，啊，结果一走呢，没多久啊，筷子都掉地上了，哦，马上啊，90度鞠躬，啊，老师同学对不起，哦，结果态度很好啊，哦，结果后来呢，又发生了好几次。每一次都是90度鞠躬，哦，有一次啊，又鞠躬了，老师就问了，说你有没有思考过啊，为什么筷子会掉下来？你有没有检讨检讨，下次怎么不出现这个情况啊？啊，这个孩子一问，哦，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哦，那你不能怪他哈，这个当父母老师的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点了，哦，他就感觉到啊，哦，做错了就道歉就对了，但是他没有反省了，没有从事情里面呢能找到问题点了，哦，所以。不能着一个相啊，哦，好像态度很温和，哦，哎，好像他就可以混过去了，啊，你还是要认真对待，让他能经一事啊，长一智。哦，那我们假如着在这个态度上啊，哦，那比方说，孔子说啊，啊，《了凡四训》里面有讲啊。这个人啊，虽一乡皆好，这一乡的人都说他是好人啊，而必以为德之贼，他学成什么呢？乡愿。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我们现在就很可能呢，啊，一学老和尚说不再造新殃哦，别得罪人。你看，一着在这一句京剧了，该提醒对方啊，不提醒了，怕得罪人。你看，心上有个执着了。哦，哎，你手下带着年轻人，年轻人犯错了，然后别得罪人，你该提醒他都没提醒他了，没有坐之失了。这个君亲师三个字啊很重要啊，善相劝德接见，我们也没做到，也没以身作则了，要有这份道义了，哦，都不能产生执着，
不得罪人跟善相劝得皆见，这两句话是不冲突的。我们在护念他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他够不够信任我们？我们有付出了，这个信任建立起来了。在劝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态度，我不能又变成害怕得罪人了，你有个害怕心不得其正。大学说的身有所愤志不得其正，你不能带着情绪对待他去劝他。我自己回想我父亲教训我的时候，我没有，从来没有觉得我父亲在发脾气。这个越想越感恩呢。都是借事情提醒我你错在哪里，你自己要想清楚，你要自爱。你不能当父母老师的，该指正孩子的，甚至于你太太啊，你另一半在那里指正孩子的，你说别骂他们，别骂他们，你又走在巷里面了，那便姑息他们的错误了，然后都偏掉了，不能学在巷上。哎呦，爸爸脾气很好哦。哦，老师脾气很好哦，就你学成一个乡愿不行了。我感觉我们学传统文化学佛学到乡愿呢，这个比例还不低哦。我以前也是学成这样，现在还在改，还没有完全改。做给人家看了，哇，迎来人家的赞叹了，甚至于是团体里面变成，对于，可能讲真话的，指出问题的，有时候他难免会有点激动，这能理解的。可是我们一看他激动了，他讲话不够柔和直直，就先。也不听听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了，他不够柔软，还加一句，你看陈德华是讲话都比较柔软，害我都产生讲话产生流弊问题。大家注意哦，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家庭，你不去面对问题，你问题就没解决，跟生病一样，你有病了，你不去调理啊，越拖身体越难治疗，你把那个时机点拖过去了，同样团体里的问题啊，你拖越久啊，越不好处理。你比方说家庭里面有闹矛盾了，结果八年不讲话了，我请问大家，八年不讲话呢，他们之间的误会会不会停在八年前？不会的，他会越想，哪怕有什么风吹草动啊，全部都往那个不好的去想，然后心里面的那个鸿沟啊越来越。所以你家族里面的这些或者团体里面的人事问题，你不早一点去化解，拖越久越难。哇，你一跟他们一沟通啊，所有这些年里面的通通一股脑儿的吐出来了，他积得太久了就不好处理了。所以这个群书之要里面这个扁鹊有三兄弟啊，这个故事啊，跟我们有没有关呢？我们不能一听着相了，我又不当医生。这个用在自家啊，
齐家上啊，这个也用在修身啊。哎，我今天念佛，心很散乱，不管它了，你会越来越散乱。怎样把佛念得好，念得安定？要早下功夫啊。好，不能我念佛，我接触佛法念佛20年了，那你到底有没有进步？一问，我也不知道呢。不能打迷糊仗啊，不能和稀泥啊。佛是觉啊，觉是面对境界清楚啊，我自己是什么程度状态。我念佛有没有越来越安定了？我有没有越来越设身处地替人想了？我自己的道气有没有提升呢？有没有发觉过失，全力以赴去改正它？我这个人家一提醒我，我马上要解释的习惯，我有没有去掉了？有没有放下了？我感觉我们现在学佛学传统文化没有自我评估了。你看企业里面呢，他在每一个职位上啊都有他的职责，他评估我自己有没有做到。现在传统文化只要鞠躬对不起了啊，有没有评估他做人做事有没有提升了，那变成传统文化很好混了、混到最后自己也没信心了，没学到东西啊。所以释迦如来所说释出世间一切法，从理上不离心性二字。我们的心有没有产生执着了、着相了？我们一定要越来越敏锐啊，能够察觉到啊，不然一直了用的都是妄心，不是真心处理事了。我们处理的事啊，都会有后面的副作用出现。比方这个群书这样讲，贪侮以恶恶而昌，桀纣以巍巍而亡，商汤周武王把商朝周朝兴盛了，怎么盛的？恶恶而昌就是都敢讲真话，把问题提出来。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啊。桀纣、夏桀跟商纣，这朝廷里面没人敢讲话了，他不能接受了，甚至会杀这个你看比干见而死，被商纣王杀了，那谁敢讲话了？那肯反映问题啊，这个这样的人啊，我们要珍惜。可不能人家一提意见，我们修的是六合敬啊，一个道理又要压过去了。口合无争呢、口合无争没有说不能反映问题啊，都不能着相啊。这个六合敬假如是在相上，开会没人敢讲话，合啊，没人敢讲话，离开会议室。憋了一股气没地方发，还得要找人去喝咖啡聊一聊要发出来，不然会干淤的。这个一个团体啊，假如都不敢讲真话，大家内心难免都会郁闷。一把脉
甘于啊。啊，我讲的是我的团体啊，所以这个我有责任啊，哦，让他们身体不好啊，我要背因果。好，哦，所以这个一开始跟大家说了，哦，你一条龙啊，也不是着在几岁到几岁叫一条龙。一条龙的目的是什么？一条龙的目的是你把房子建起来了，把学生找来了，人才就出来了。是我们在整个教学过程真的有把传统文化做人做事教给学生。那为什么叫一条龙？因为你要真正把做人做事教给孩子，那不是两年三年能达到的，那要长期陪伴的，那个长期陪伴是重点啊。哦，所以老和尚这么倡导一条龙，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真正传统化的栋梁之才培养出来，这是目的哦。你学校盖得再大，你收的学生再多，假如达不到这个目的，那就很可惜了。哦，而且我们接受大众的支持啊，哦，我们也得对大众负责任啊。哦，承德现在出家了，施主一粒米啊，大如须弥山呢，啊，我所负责的工作没有做好，那我得为所有施主负责任了，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所以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这个老和尚讲经常提哦。我们看事要入木三分、啊、不能着在相上、哦、你比方这个我们有一个同仁就提到了、啊、我们今天收的学生多啊，老师不足，可是你负责这个单位呢，收多少学生你自己判断呢、啊，度得量力啊，你可以少收啊，你怎么可以说我收多了所以师资不够了，你好好像都把责任给推出去了，我们自己没有度得量力了，造成问题了、哦、我们有时候经历过的事情一检讨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没有自己的问题啊，那请问自己是这个心态有可能把学生教好吗？不要说学生了，这样的心态保证啊自己的孩子教不好。可是有可能我每天还在跟大众讲课，那我就变成干的是自欺又欺人的事情。啊，任何问题我都是推到外面去的，我的心已经偏了。我讲课啊，不可能没有偏的。哦，修身为本，教学为先呢、啊。教学为先的前面是修身为本、啊、哦，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呢、啊。啊，我们思维没有务本呢、啊。我们就常常着在相上了。群书治要的精神呢、啊，我们得把它用出来啊，不然我们会好心办坏事啊。要前事不忘啊，后事之师啊。哦，
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学校，他的孩子呢，在学校里面呢，很有礼貌，离开学校啊，不会跟长辈打招呼。哎，那我们的学校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他山之石啊，可以攻玉有。好，那为什么会这样？你不能又打迷糊仗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学校里面呢、啊，是被老师要求出来的。啊，刻意要求出来啊，孩子不是发自内心的，所以他会产生一个态度了。学校里面有老师要求，离开学校没有要求了，解放了，那他没有养成习惯了，甚至会变成什么不一样了，学校跟回家不一样了，那你说这样会培养出什么学生来？会不会人前人后不一样？会不会台上台下不一样？会不会老师在老师不在不一样？哎，这些细节啊，我们不能忽略掉哦。啊，是老师身教言教带动孩子，让孩子很愿意去这么做。哦，我家里来客人了、啊，我们都是第一时间就去接待了。这个也不是说父母逼我们的，哦，从父母的身教啊，哦，然后还有言教引导啊，对长辈尊重啊，哎，长辈都很照顾我们了、啊，哦，来到我们家，我们热情接待呀、啊，哎，父母、老师。能理解到孩子在接受这些道理的状态、哦、好，我们上一次、哦、跟大家、啊、一起学习这个太上感应篇呢，啊，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太上的经文当中啊，有三分之二的经文呢、啊，是提醒不能做的。啊，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啊，这些经句是。占的比例比较大、哦、那等于是我们要避开、哦、所以未论行善呢，先须改过、哦、那我们汇编呢101页、啊、举的是了凡先生、哦、他分四个部分啊，了凡四训第一个是立命之学，把理论要先了解。啊，他了解了哦，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命运是操纵在自己手上的，他就很愿意去改过行善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好？好、哦，那未论行善呢？哎，先须改过、哦、那这一段经文呢蛮精辟的、哦、但是毕竟比较长、哦、我们就不细讲、哦、我们带一下、哦、你看春秋朱大夫、啊、见人言动、哦、这些春秋经啊国语啊这些比较悠久的古籍啊里面都记载、啊、一些大夫啊
他有人生阅历，啊，看到人一言一动啊，一而谈及祸福，哎，可以推到他的祸福，米不厌者，哇，讲的都很准了，啊，这个在《左传》《国语》啊，诸暨可观也，都能看得到。啊，举个例子，啊，秦国派兵，啊，好像是要去，啊，攻打晋国吧，啊，结果这个有一个大夫看到了，说他们必败，啊，结果确实啊，打了个大败仗，啊，因为这些士兵啊，经过周天子的管辖的地方啊，都不守礼了，傲慢了，啊，因为走过天子的地方是要下车的，表示恭敬的，哎，一傲慢，骄兵必败，哦，就能预测了，哦，所以大多吉凶之兆，啊，哦，这个人是吉是凶啊，都有征兆的，蒙其心，从他心念起来了，动乎事体，他的一言一行啊，就展露出他心的状态了。啊，过于厚者常祸福，哎，他很厚道，他都替人家想。过于薄者常进祸，太刻薄了。哦，所以俗眼多义啊，未有未定而不可测者，我们这个一般没有明这些理啊，没有人生的阅历啊，啊，义就是眼病了。就是看不清楚了，哦，都觉得哎呀，都是不可测的，啊，哦，这个吉凶啊，啊是也不可测的。其实吉凶都是感召来的，不是不可测的。哦，所以至诚和天，福之将至啊，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祸之将至啊，观其善。啊，观其不善而必先知之矣。啊，今遇祸福而怨祸，未论行善，先须改过。哦，比方说我们装个水啊，哦，就好像你行善啊，哦，在积啊，这个水在积了啊，可是这个桶子呢破洞了。啊，这个水都流下去了，哦，就好像我们有在行善呢，但是习气也很重，哦，这个福报要积起来就不容易了，啊，被造的恶啊都给漏光了，嗯，哦，比方说佛门说的，一念嗔心起啊，火烧功德林。你在行善呢，可是脾气不改，哦，每天可能还造了一些罪业了，哦，好，那这个改过啊，首先要发心了，啊，第一要发此心啊，啊，是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啊，彼何以百世可思啊，我何以一生瓦裂，淡然沉情。都是沾染这个五欲六尘的欲望啊，施行不义，哦，还是施行很重啊，哦，道义不足了，啊，为人不知，还觉得人家不知道，我藏得很好，傲然无愧，没有惭愧心啊，那将日沦于禽兽啊，而不自知啊，哦，所以视之可修可耻，莫大乎此。哦，所以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啊！”啊，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所以这个羞耻心太关键了。啊，我们是提升还是堕落啊？关键在这里了，此改过之要机也。哦，关键的机关在这里了。哦，
那老和尚说的啊，学佛啊就学释迦牟尼佛啊，学儒啊要学孔子啊，所以我们这个修持心是得彼于上啊，则知此啊。孔子会怎么做？佛陀会怎么做？会怎么考虑？哦，哎，有羞耻心了。哦，包含我们看到人家的优点，哎，我们也向人家学习。哦，哎，不能看到别人做得好了，啊，自怨自艾，自甘堕落，这不行的。哦，我们这个羞耻心啊，建立在，要相信自己有如来智慧德相。哦，那不能糟蹋自己的佛性了，这个羞耻心就可以提起来了。第二呢，要发畏心，啊，天地在上，鬼神难欺啊。这个我们前面这一段《太上感应篇》就彰显这一点，天地有思过之神。哦，所以鬼神难欺啊，虽吾虽过在隐微，而天地鬼神实见灵知。啊，天地鬼神都看得很清楚，记录得很仔细了。重则降之百祥，轻则损其献福啊，吾何可以不惧啊？哦，哦，还是要戒慎恐惧啊，啊，因为这些恶造下去了。种了因呢，一定要受果报的。果报在哪？果报都在三途多了，因为造的是恶啊，那就是三恶道了。啊，三途一堕啊，五千劫呀，这不能开玩笑的了。啊，闲居之地，只是昭然。啊，吾虽眼之甚密。问之甚巧，啊，而肺肝早露，终难自欺，被人去破，不值一文也。能悟灵灵，啊，啊，等于是我们要啊战战兢兢呢，啊，做什么事呢，都不是装的。啊，不是应付给人家看的。啊，就像刚刚说的，啊，那个对不起啊，不是向上做样子给人家看的。啊，是真感谢人家，真听进去啊，去改过的。啊，不然人家一次两次看，哎呀，这个人都是嘴皮上道歉的，根本很傲慢了，都不改了。人家就不愿意提醒我们了，啊，啊，尤其啊，面对这个有人生阅历的人，啊，我们在那装啊，人家一看就看出来了，那就变成自欺欺人了。哦，那不为是也，不止如此啊，一习尚存呢，弥天之恶，犹可悔改啊。哦，我们一口气还在呀，再大的过失啊，都还有改过的机会了。古人有一生作恶，临时悔悟。他一生造了很多恶，哎，临终的时候啊，他知道错了，发自内心的忏悔了，遂得善终者。哦，因为一念猛力，其实这一念就是真心现前的力量太大了。啊，足以敌百年之恶也，洗涤了百年的恶了。哦，这个譬如千年幽谷啊，一灯才照啊，举了个例子，千年的幽谷啊，一灯照了，则千年之暗俱除啊。哦，虽然千年暗了那么久，可是它毕竟灯亮了。啊，真心现前了，这个暗就不见了。哦，所以阿舍王子
阿舍是王，杀父害母，但他忏悔的力量很大的，他最后也往生极乐世界了。好，所以故过不论久近啊，唯以改为贵。这个其实我们呢，道歉呢，真不真诚呢，我们的亲人是感觉得到的，所以这个改过是发自真诚的心呢。但我觉得这一点就不容易。古人讲了，一个巴掌拍不响啊，这是真的。所以五伦关系当中会闹不愉快啊，彼此可能都有过，错多错少而已。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呢，还是想着对方的错啊，这个道歉就很难真诚了。是要想到自己有过，而且觉得这个过啊，对对方伤害很深，我们会感觉太对不住他了。这个道歉就很真诚了。我也跟一些女士有交流过，她是批评她的先生呢，能力不够。我说你跟他讲话的时候强不强势啊？他说我很强势啊。我说他的阳刚气都被你给压下去了，在你面前都没信心啊，提不起头来了。所以有可能对方的错也跟自己跟他互动有关系啊。我为什么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很有道理啊。这个前一阵子有个同修，他们家族里有个晚辈啊，出了情况了，触犯法网了。你看这对一个家族啊很痛苦啊。我跟他说啊，我说你这个晚辈出事啊是早晚的。我是讲话有点太直了现在肯定真话不多了，听说心脏要比较有力啊，才能听真话了。为什么说早晚？他今天没出事，明年我会出事了。就好像比方说我们生了重病了，实在讲啊，我们是早晚要生的啦。为什么？我们每天熬夜，那个阴都种在那乱吃啊。你看黄念老跟老和尚讲，尽量不要在外面吃啊。你看外面那个添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看我们的心态啊，都不是防微杜渐，真的出问题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怎么是我得癌症呢？怎么是我们家出了问题呢？其实你看几个人能真实面对自己，真实去检讨，这个就是下一个勇心了、勇于面对啊。其实啊，最怕是没有觉悟啊。我们现在都是喜欢顺境啊，突然有个什么情况出来了，就哎呀，很埋怨的，怨天尤人，那都是早晚的事，不可能躲得过的。种什么因，一定要得什么果的嘛。我马上请教他了。
我说你这个晚辈啊，他父母是不是很宠啊？他说对呀，都很宠啊。哦，就好像今天你看到这个湖啊，起了一个波浪，请问这个波浪怎么形成的？它是独立形成一个波浪吗？它旁边这些圆都具足啊，它才有这个波浪啊。没有那些圆，这个波浪起不来。所以会看事的人一看波浪就看到整个面了，看到整个因缘是怎么促成这个结果的了。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啊。啊，只在那里啊，佛菩萨保佑啊，不要出事啊，那叫迷信啊。菩萨为因啊，什么事都离不开因果。我说啊，出这样的事啊，很可能是所有相关的人觉悟的开始，不见得是坏事。而且啊，现在的人，现在的家庭啊，没有这样的强度啊，他不会静下来思考问题。我们现在有点麻木了，可能是生活压力大了，节奏太快了，心静不下来了。事可以忙啊，心不可以乱了，我们得要练功夫了。忙时要闲啊。这个心不能随着事情啊慌张了，纷乱了，着急了。但是闲时要忙。你突然放两天假了，不能摸一摸，时间又浪费掉了。两天假听一听老和尚讲经，更明一些理，更有智慧，处理好事情。或者静一静，反思反思，检讨检讨，找一些有智慧有阅历的长辈探讨探讨问题，把一些问题可以探讨清楚。这个《弟子规》里面提到心有疑啊，随杂记啊，救人问，求确意啊。我们每个礼拜大家在这个平台，我们也是善有为一啊，依众靠众，互相切磋啊，互相探讨问题啊。不然我们今天讲的课道理论那么多，事情有没有解决？那假如没有解决，我相信大家也不是很愿意上来一起参与了。没办法，学校规定了。哦，这样我是很对不起大家。哎，但是我的生意也不好啊，这个也没有接到太多实际要探讨的问题。哦，好，好，不知道诸位仁舍有没有用这个菩萨四德用的很有心得的？我最近哪个问题啊，用了这个处理的不错，都有改善，也请大家做法供养啊，可以分享一下。刚刚提到了，可能是所有相关的人觉醒的时候了，因为孩子出那么大的问题了，他的父母不得不重视了。有可能哦，他家里的人就因为出了这个事，开始都学佛了，开始都学传统文化了。你随缘哦，开始反省自己了。尤其是犯错的这个孩子，
他也开始反省了，这不是坏事哦。你说他犯的太严重了，要判死刑呢？那判死刑，他知道念阿弥陀佛啊，那他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哦。哦，当时候新加坡老和尚在的时候啊，哎，去给死刑犯讲佛法。哦，那我们都看过那个录像啊，那个死刑犯精进念佛，最后行刑了，行刑完身体柔软。哇，他真心切愿呢，求生净土哦。大家觉不觉得有佛法就有办法？任何时候啊，你真的把佛法用上了，都能解决，而且还圆满解决。你看一个死刑犯犯那么大的错，最后还是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你说佛法那么好，那么管用，我们要用啊。哦，那当然我们首先给这个同修说了，你要随缘妙用啊，你这个时候不要去指责了啊，要理解，要包容每个人，体恤他们现在的心情，哦，然后护念他们，大家都在这一件事得到启示，接上学佛的缘。那威仪住持有则得，你随时要以身作则了。那柔和直直摄身得，你跟他们的 言语要和言爱语，劝一策敬。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要很有耐心去陪伴普待众生受苦的。我们培养孩子啊，有一点很重要，责任心。其实啊，就是一种道义、情义。大家去观察看看，我们学传统文化的孩子，看到人家有需要，会不会主动去帮忙？哦，或者听到别人伤心的事情啊，你看他会不会感，会不会也留下感同身受的眼泪？君子义以为子啊，要讲义啊，讲恩义，讲情义。不是都只想自己了。有的学的传统文化也是学着，哎，怎么让自己走得顺呢，走得好啊，哎，没有跳出啊，那个都把自己摆第一位的状况。哎，这个佛法重实质，轮回就从我执来的咯。哎，你看那孩子遇到事了，他还是自私，这理也很会讲，遇到事了很计较，这些我们都不能忽略。所以这个过不论久近啊，唯以改为贵。但尘世无常啊，世间无常啊，肉身亦陨啊，一日无常到，方知梦里人。这个身体啊，一息不属，一口气不来了，欲改无忧矣，就来不及了。所以要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了，不能等了。那一息不来了，就要受报了。明哲千百年呢，担负恶名，虽孝子慈孙，不能洗涤了。忧则千百劫，忧就是堕到阴间了，堕到三恶道了，沉沦欲报，地狱果报了。虽圣贤佛菩萨，不能圆引了。这个拉不起我们了。因为这个果报现前了。
污德不畏，我们想到这些部分呢，要敬畏因果。要善根发动啊，不能业力发动了。业力发动了，印光祖师说都被无常吞了，就来不及了。第三呢，须发勇心呢，人不改过，都是因循退缩。修行人不能得过且过啊，要勇于面对问题了，无需愤然振作。不用迟疑，不烦等待。小者如芒刺在肉，树与绝蹄。大家都有经验，被芒刺、刺在手上了，赶快把它拔起来。大者如毒蛇啮指，被毒蛇咬到手指脚趾了。术于斩除啊，无丝毫凝滞，因为稍微迟疑啊，这个毒攻心了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是风雷易卦啊，是风雷之所以为易也。所以风雷啊，这个现象就是你该快的时候不能迟疑了。教育孩子有黄金时段啊，你这个时候不教他，等他大了就不好教了。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呢。这是教学生呢，我们教自己也一样啊。我们没有勇气去改过啊，拖到最后好难改啊。所以聚事三星啊，则有过失改，如春冰遇日，何患不消乎了。然人之过啊，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功夫不同，下的功夫不一样啊，做出来的效果受益也不一样啊，效验意义。如前日杀生，今戒不杀；前日怒戾，今戒不怒。此就其事而改之者也。这从事上改。现在不杀生了，不发脾气了。强制于外，从外面呢强迫自己了，其难百倍。有时候会压不住了。且病根终在，病根还在，是从 外面世上去改而已。东灭西生，非究竟阔然之道也。所以东方的学问强调的要从根本解决问题，不能只是从世上从症状而已。所以善改过可，未尽其事啊，先明其理，先明理，理得啊，心容易安。如过再杀生，即思曰：上帝好生，物皆练命，杀彼扬己，岂能自安？这上天有好生之德了。所以这样去，每个动物都是特别爱惜生命的。我这样杀了他呢，心不安呢。而且进一步啊，其彼之杀也。他被杀的时候是什么情境呢？极受屠割，接着还要放在这个锅子里面煮啊，附入点火，种种痛苦，彻入骨髓啊！己之养也，养自己的身体啊，你煮的这些珍糕罗列、山珍海味啊，食过即空啊。何必造这个业呢？过了三寸不烂之舌，啥都没有味了。所以素食菜根呢，仅可充腹了。吃这些素食的也能够养好自己呀、啊。现在有很多资料，植物的这些营养不输给肉类了。
所以何必强彼之身呢？杀害他的生命，损己之福灾啊，损自己的福报啊。哦，所以幼师血气之属啊，皆含灵之。这些动物都有灵性的，甚至于都有佛性的，既有灵之，皆我一体呀、啊，跟我们都是一体的，哦，共同一法身呢、啊。啊，众不能功修自得，使之尊我轻我。啊，纵然不能做到，我德行很好啊，他很尊重我，很亲爱我，很想亲近我。那总不能啊，每天在杀害他们的生命吧？岂可日强物命，使之仇我恨我于无穷也？所以一失即此啊，将有对时伤心，不能下咽则已了。啊，这些道理我们思维了，就不忍心再伤害他们了。啊，如前日好怒，必失曰：人有不及，人有做不到的地方啊，情所宜经，都值得我们同情怜悯啊。啊，所以老和尚常常举《无量寿经》：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啊，没人教他们了，不要责怪他们了。所以背理相干，啊，与我何欲？本无可怒。啊，哦，所以能包容，啊，不要去指责对立了。啊，又是天下无治世之豪杰，亦无游人之学问。天下没有自以为是的豪杰，也没有抱怨人的学问。哦，所以行有不得啊，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无息以自反。哦，都是要反省自己。哦，老和尚讲过了。哦，一个同修呢，觉得说很难不见人家过。啊，老和尚说，你从今天开始啊，别人的过你就告诉自己，是我做的还不够好，不能感动他。哎，老和尚这个教导啊，跟了凡四训这段话是完全一样的。哦，无自世之豪杰，无游人之学问，行有不得，皆己之德未修，感未至也。哦，无息以自反。哦，则谤毁之来，皆磨练欲成之地。面对人家毁谤啊，侮辱了，都是修自己的好时机啊，我将欢然受斥，何怒之有？不会生气的。哦，又闻谤而不怒。哦，所以谗言熏天呢，如举火焚空，终将自喜。毁谤很多啊，哎，你不生气，你都能包容。哦，那就好像举火焚空啊，这烧到最后就没了。可是我们一听到人家批评啊，闻谤而怒啊，虽巧心利变，哦，我们在那解释半天呢，找借口了，如春蚕作茧，自取缠绵。哦，好，所以这些道理想通了，所以这个怒啊，不为无益，发怒啊，不止没有什么益处啊，而且还有害啊，对身心有害，对事也有害啊。其余种种过恶，皆当据理思之了，用我们所学的义理来思维了。此理既明啊，过将自止啊，理得心就能安住。何谓从心而改？过有千端，过有很多种啊，唯心所造，都是自己的心去造的。无心不动，过安从生。啊，心不动，这些贪嗔痴慢了，过就不会啊造成了啊。啊，所以学者于好色、好名、好货、好怒，种种罪过，
不必逐类寻求，但当一心为善，正念现前，邪念自然污染不上，就从心上改了。哦，如太阳当空啊，王朗浅消，哦，这些妖魔鬼怪就没了。哦，我们这些邪念恶念就不见了。哦，此经一之真传也。哦，所以这个过由心造，亦由心改，哦，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啊，大家的慧见拔出来啊，读到这一句了啊，随文入观啊，啊，今天对自己也不能太这个得过且过啊，啊，要打破自欺啊，好，啊，然后不顾生死。就怕死都不怕，就怕念头不对啊！好，如斩毒树，直断其根，悉必枝枝而发，叶叶而折栽。哦，就好像毒树啊，你在那摘它的毒叶，东边摘西边又生了，要直接从它的根部把它砍断了。哦，大抵罪上自兴，当下清净，才动即觉。觉知即悟，哦，古大德常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哦，果未能染，哦，这个心还是扶不住了，哎，需明理以遣之，哦，你可能，哎，觉得心扶不住了，赶快去读经啊，去听经啊，哎，慢慢 这个思维可能就转正了，需明理以遣之，又未能然，需随事以静之。哦，在世上当中，静止自己，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哦，以啊，上士而兼行下功，哦，等于是你从心上，哦，也从事上，哦，整个心上、理上、事上啊，你都有同时下功夫，叫未为失策。但是你只执在事相当中而昧上，啊，哎，都没有关照自己心的状态，这个就比较笨拙了，啊，则拙矣了。好，所以这个，啊，比方，啊，有听到人家问老和尚，这个念佛的时候用唱的能不能往生呢？哦，因为有一些音乐轻快嘛，哦，就念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哎，这样用唱的行不行啊？哦，老和尚说了，这个念字怎么看呢？金心呢，啊？你心上要真有佛啊。哦，你不是四相唱而已啊，有啊，我每天念三万声五万声呢，啊，可是你不能不关照你念佛心是散乱的还是安定的，不然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哦，我感觉会问这些问题的人呢，啊，可能会有一点直下而昧上，所以好多问题实在讲不用问别人，应该是问自己的心。哦，所以故发愿改过，明须良朋提醒啊。哦，那我们随文入观啊，明须良朋提醒，忧须鬼神证明啊。哦，我那一天想到孔子说，久矣哉，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说啊，他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了，
哦，我心里想，我好像很久没有梦到老和尚了，所以马上可以看出自己懈怠了啊。你常常提起老和尚教诲啊，一定常常梦到他，就像我们海贤老和尚常常都跟阿弥陀佛沟通哦，所以自己的梦啊也可以检查自己心的状态哦。哦，所以了凡四训，哎，我们后面有检查检查自己的状态哦，我们待会就这些经文再来探讨一下。那我们看了明虚良朋提醒啊，请问这个月或者这下半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事啊，领导也好，下属也好，有跟我们提过什么意见没有？假如都没有啊，哦，那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你是圣人、贤人，一个是别人不敢给我们讲了。哦，闻欲恐，闻过兴，直量事见相情。哦，当然我也很惭愧啊，这个都做得不好。哦，我哦，今天呢刚好我们内部团队学习，哎，深修家齐国治啊，我们对大众分享课程啊，去影响社会啊，那属于治国的层面了，我自己团队都带不好啊，那常常去讲课啊，我也是自欺欺人，近处不能感动啊，为人及原则啊，所以啊，今天也是跟大家讲，这个是听黄念老讲的一个事例啊。啊，子产，春秋时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了。有一天呢，他跟一个干部说了，说你可以走了，你不用来了。哇，这个干部说，我跟了你三年了，啊，你给我交代的事我都去做了，怎么你要把我辞退呢？子产说啊，三年来你没给我提过一个意见呢。哎，哦，你看古代他都重视这一点哦。哦，今天哎，有没有人给我提？哎，我团体里面大家敢不敢提意见？哦，这一句明哲明虚良朋提醒啊，也有很多反省的点哦。哦，所以一心忏悔，昼夜不懈。经1727啊，乃至1月、2月、3月，必有效验。哦，这个忏悔应该是加上什么？后不再招了，这个才是真忏悔了。哎，能这样啊？哎，会有感应哦，会有瑞相哦，或觉心神恬旷，哎呀，心情很舒坦。或觉智慧顿开，哎，好像遇到什么事啊，哎，都能冒出一些解决的方法出来，哦，或者都能提起正思维，或除冗沓而触念皆通，冗沓就是你事情很多，你不烦，哎，一件一件来，哦，把事情安排好，一件一件解决。或欲怨仇而回嗔作喜，哦，看到过去生因缘比较不好的，哦，本来情绪要上来了，哎，啊，对自己笑一笑，啊，哎呀，你都修那么久了，脾气还那么大，啊，或梦吐黑雾，那这是业障消除的状况了，或梦往圣先贤。提息接引，哦，或梦飞步太虚，
在天上飞啊，哦，或梦传方宝盖，种种盛世，皆过消罪灭之相也。哎，这个可以自我勘验了，自我检查了。然不得执此至高，化而不净，哎，自满了，就不能进步了。哦，所以老和尚说，你纵使看到瑞相啊，都不能执着，执着就坏了。哦，不能执此至高，化而不净。啊，习瞿伯玉当20岁时啊，以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啊。到了21岁，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啊，举了一个改过的好榜样。即22岁回视21岁，犹在梦中，岁复一岁，地地改之。行年50，50岁的时候，犹知49年之非啊！所以古人改过之学如此啊！哦、我们要效法瞿伯玉啊，吾辈身为凡流，我们毕竟还在凡夫的境界呀、啊。过恶未及，所犯的错呢？这个刺猬，哇，你看那个刺猬啊，它那个刺好多啊，算都算不清楚啊。比喻说我们的过其实蛮多的，但是回思往事，回想过去，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好像不知道过在哪，那变成是我们可能当父母啊，当老师啊，当领导或者做事的过程呢、啊，心粗而演绎了，心太粗了，看不到问题了，啊，演绎了，啊，就像眼睛生了病了，看不清楚了。然人之过恶深重者啊，哦，这个是黄老提醒的，谨防业力发动啊，你造的恶积累了。这业力会现前哦，亦有笑焰哦，哦或心神昏色，转头即忘，精神提不起来，很多事好像一转头就忘了，哦或无事而常烦恼，那代表我们都是没有提起经教了，现在。烦恼情绪里面，无事而常烦恼，或见君子而懒然消沮。啊，见到有德行的人，没有那种积极要效法学习的心，反而是还有自卑感呢。哦，不好，不敢见那种味道出来。哦，或闻政论而不乐。啊，听到这些经教啊、教诲啊，反而哦闷闷不乐了，就是听了不相应了，哦，哦或施惠而人反怨，施恩惠给人家，人家还怨我们了，哦或夜梦颠倒。梦境啊比较乱、哦、或者梦到一些不好的情况、哦、当然这个做完了、哎、不要执着、哦、什么都要、啊哦、positive 积极去面对、哦、不能消极、哦、极乐世界是无量光、哦、不会消极黑暗、哦哦、我们心要同阿弥陀佛、哦、要光明积极、啊、甚则妄言失智、啊、常常一开口、啊啊、就是很、啊、自我否定啊沮丧啊 这种言语出来了、啊、其实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任何时候啊，不能对自己失去信心哦，哦，不然就会
一退呀、啊，就不知道退到哪里去了。哦，皆作孽之相也。哦，会有这些情况出现呢，可能都是啊，我们积的啊、哦、这些恶啊太多了。狗一类齿、啊、只要刚刚讲的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啊、就要警觉性要高了，急需奋发、啊、舍旧图新、啊、这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啊、幸悟自悟啊，这一个幸悟自悟、啊、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中华儿女难当啊，老和尚的弟子也不容易遇到啊，你看这么难呢、啊、我们都遇上了，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啊、我们得珍惜住了，掌握住了，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不能误了这个因缘了，不能误了自己成佛的机会。好、哦、我刚刚这样练下来、哦、我好像也有好几条、哦、我得要好好奋发才行了、哦、那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